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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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小子还不来，睡过了。不是你真别去了，太突然了。而且今天是决赛呀，我想去给你加油。但今天不是有课吗？今天没课。今天周一没课，怎么可能啊？你们干嘛呢？请假了呗。不是那，教练早。走，教练早。走。哟，约会呢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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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是因他。不是。我是想去给段雨橙加油，他非不让我去。干嘛不让人去啊？怕比输了丢人啊。我们班今天有课。我都说了我请假了。他绝对没请假。你怎么知道我没请？我都跟老师说好了，今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。 是这样的，不是他不让你去，是你去了也进不了会场。为什么？会场哪是随便能进的呀？这可是省里大比赛啊，姑娘。原来是这样。回去好好上课吧啊，穿这么漂亮，我还怕他比赛发挥失常呢。那，好吧。 你们比赛加油！嗯，上课也加油啊，走吧。你笑什么？他穿什么我都不会分心的，他就算在现场加油，我也不可能分心的呀。你看不出来人家姑娘喜欢你啊？不是我看出来了，所以我才不想让她去。我又不喜欢她，我不想浪费时间。哟，还挺挑。 今天就是决赛日，我们就要冲锋陷阵，上战场了。没有压力，上去就是战，再出风格，赛出水平，让别人都瞧瞧我们男大人的风采。男大必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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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大必胜。我相信你们也要相信你自己啊！来，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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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！ 到这个份上，所有人都在这耗着，没意气。你带那小子先走吧。哪小子？去哪儿啊？段雨橙啊！你带他出去，再找个地儿好好练练。啊，他进队是第一次参加大赛，估计从小到大也是他见过最大的比赛。你做教练的，再帮他稳稳。啊。你放心，段雨橙心态挺好的，他自己调节的不错。